现在是快12点了，那走了5公里，终于来到神木，也不是神木啦，巨木群步道区。我走这个路线，就可以慢慢看到比较巨大的树木。这边就有一棵，嘿，说巨大其实还好哎。日本香根很多棵都比这个还要大。那我是觉得啦，那个七兰神木园啊，就宜兰或礁溪的那个什么林美磐石步道，会比这边好一点。因为这边整路沿途都是竹林跟一般的山爬山的道路，没有特别漂亮，反而部落那边的樱花很漂亮。然后这边有人坐在这边溪流，有这边的感觉，因为有苔藓，感觉就比较像原始林那样。走一圈就可以折返了。不过跟鸟科大龙比起来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鸟科大龙，因为感觉更原始。等一下回去再算一下总共走多久，反正就是来5公里回5公里，它就一条路而已。享受森林浴，充满分多精啊！它叫巨木，不叫神木啊！哇！这一条漂亮，今天又背太多东西，负担比较大一点。我这一颗也很大。我这边还有一颗很大的，巨大。先录到这边，是很好走的步道。